大家好，我是资生堂品牌护肤大使 Intuone 博远。今天是我任命资生堂悦薇抗糖宇宙空间站站长的一天，待会儿我们抗糖宇宙空间站就要发射啦，快来和我一起首位抗糖发现甜美吧。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出发抗糖站啦。施工了，拜拜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非常开心能够作为站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一直使用的宝藏抗糖霜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快乐抗糖。没问题，强抗糖，不黄不垮，防止肌肤老化。首先我觉得抗糖的过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，而且每天就是涂完了水，涂完精华之后，我发现用了抗糖霜到现在，它其实改善了我肌肤暗黄的问题，然后现在看起来更紧致，上妆也更服帖。对年底的期待就是不要让我休息，准备睡觉。这次虽然是作为资生堂的品牌护肤大使来跟大家见面，但是其实不管是不是作为品牌护肤大使，也真的想跟大家诚心推荐这款抗糖霜，是真的非常好用，因为用到现在以后其实皮肤还真的蛮紧致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试试看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站长这回真的下班了， Vlog 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